我今仔日头咧行咧入来，倒咧出去，你是先生求婚吧？徐明生，难道办婚纱嘛是办过你的查某囝？你讲对无？静勇，你莫怪我对你心讲，是你我爱留我路我行，我绝对袂用的。你靠我是真无分的卑鄙野鬼！啊，系啊，穿来听袂听啊！这是我们刚刚的传导部，十二个号超强哎！本来就应该传给你的，安尼唔只会让孙悟空是真正的黑白相传。我感觉怪怪的，秦牛一定都要去怀疑啊！我早晚爱个秦牛结束呀，乔云，你敢原谅我？你妈妈这边是真正相传了，讲开所有的一切。看你根本就是挑故意，我今仔日头咧行咧入来，倒咧出去，你先生求婚吧，徐明生。难道办婚纱嘛是办过你的查某囝？你讲对无？既然客户哦想要抱囝仔孙哦，这件代志就袂硬拖啦。我这边拢处理好势，所以就是你来负责啦。哎呦！真正不应该去饮酒啦，我拢唔惊会出代志哦。看起来啊，你对阮小雨是真心的啦，然后阮来甲你斗相共。有意思啊，希望一切拢顺利哦。静勇，你莫怪我对你心讲，是你我爱留我路我行，我绝对袂用的。你靠我是真无分的卑鄙野鬼！啊，系啊，穿来听袂听啊！